Hello， 大家好。咁今次咧就想讲下呢一个嘅 Uniqlo 嘅一个 T 恤比赛啦，系啊，呢个 Pokemon 嘅 T 恤比赛啦。咁可能咧喺直播度都有讲，咁但系都讲多次啦。咁因为其实有啲衫咧，有啲 T 恤嘅设计都非常之靓啦。咁同埋就有一个设计咧，参加者就系一个香港人嚟噶，我见到，所以都想支持一下啦，系啦。咁啊睇下佢嗰个 T 恤嘅靓嘅程度系点样啦。好啦，咁我哋开始啦。咁其实呢一个 Uniqlo 嘅比赛呢，上年就冇集咗啦，咁终于喺今年呢，就近期就有一个嘅公布啦。咁啊，咁佢呢就邀请到一个射鱼行和，即係呢个嘅总執行长啦，係啦 ,Pokemon 有限公司嘅執行长啦，呢个嘅 GameGF 嘅常务董事啦，同埋呢个 UT 嘅创意总监同埋其他审查人员。咁呢前三名除咗可以前往日本参加呢个颁奖仪式，仲有活动奖金，我几好喎。华星呢、這个招待前往2019年夏季某呢个华星哦 ，Pokemon 大赛 ，Pokemon 世界大赛系咩？即系咩啊？新欢系嘛 ？OK， 好，咁其实呢都普普通噶。多你谂起呢个 Pokemon 嘅时候，脑中就浮现呢个比加超啦。但系以呢一个精灵为主题全球 T 恤设计开放报名之后，好多咧将珍贵嘅精灵幻想无穷。好，咁我哋睇下前三个国家。前三个得主先啦，系啦，好咁呢一个咧就其实喺直播度都有讲过啦，咁呢一个咧其实就系冠军嚟，其实我觉得真系有啲靓嘅，不过佢衰就衰在咧呢件嘢咧曾经就喺淘宝度出现过啦，然之后再翻用过啦，因为佢有个评有规则就系唔可以重用已经发售过或者系流出咗市面嘅一啲产品，如果唔系就应该冇资格，呢、这个应该冇啦，咁大奖应该就会俾第二个啦，咁我哋睇下第二个啦。咁第二个呢一个日本就系叫做 Mizukirobi 系啦 ，Mizukirobi 系啦，好好高兴作品得咗奖，我觉得超级幸运。我嘅设计概念系将未知图腾伪装成视力检测，系一个唔错嘅设计，有趣嘅设计。此外呢一个系一个普遍嘅象征符号，希望能够欣赏人我自己，几特别啊呢个嘢，呢个好都几特别咯，系啦，几靓啊。咁啊三奖美国嘅 Emily。系咪 Emily 好，因为住喺美国的关系，所以准备上床瞓觉，收到通知。OK， 好荣幸咧，喺呢个众多参赛者脱颖而出。好，先生和开玩笑，将我嘅设计取名为 Pikachu 基本上已经描述咗主题，呢啲 T 恤系夏天着嘅，所以我想要设计到好似夏天咁。冇啲咩咧，比起热带海滩咧，有一杯美味嘅饮料，享受得更夏天。呢、这个阿罗拉椰蛋树完美传达热带海滩嘅意境，系啊，因为阿罗拉真系非常非常有趣。好，呢、这个马来西亚其他人入选嘅作品啦，呢啲系啦，咁样呢一个咧就系马来西亚作品，咁就系有一只喷火龙啦，同埋比加呢、这个正面比加超，跟住喷火龙就一堆嘅作品，呢、这个唔错，因为佢睇落咧唔会话太过鲜艳啊，太过咩，呢、这、一个系简单得嚟又唔会，即系唔会话着唔到出街嗰啲咯，系因为有啲衫就着唔到，呢、这个都 OK 呢、这个，不过就第一眼唔知系咩嚟，呢、这个真系第一眼唔知，要谂多啲哦，超萌萌啊，呢、这个就都 OK， 呢个都几特别，女装童装呢、这个系男装童装 ，OK， 好咁呢一个咧就系香港整嘅系啦，咁啊呢个童装其实呢个都几特别嘅系啦，好有呢一个嘅文。好似嗰啲民族嗰啲衫咁咧，几过瘾。但系点解佢冇后面嘅呢件？呢一度下面嗰三只咧就系嗰四只熊啦。呢只系流纹熊猫啦。我唔记得佢系咪最大嗰只叫流纹熊。总之系黑熊猫、圈圈熊、东元熊，同埋呢只嘅咩熊啊？唔记得咗叫咩熊？新满嗰只成日捉走火箭兵团嗰只熊系啦。咁然之后呢啲就睇下先，后面嗰啲咩嚟噶？睇唔清楚。后面嗰啲呢个精灵球呢度系咩啊？我好似见到黑老加定乜鬼嘢，睇唔清楚呢个，可能放大睇唔睇到啊？放大都唔系好清楚呢啲咩嚟喎，系啦，唔系好清楚咩嚟。好，我哋睇下一个呢、这个日本嘅 Emomusi 系啦，呢件就童装，但系就太过花啊！呢件系啦，可惜嘅太过花。如果佢唔太花嘅时都可以，不过都几特别嘅，我谂系啦，都可以着到出身。即系着到出街嘅，可能要配件恤衫之类啦，系啦，因为啲人第一眼唔知系咩嚟噶，都系美国夏威夷呢个嘅呢个点读啊 ？Michael Nicole 系啦 ，Michael Nicole。
咁啊，一堆呢一个嘅百变怪啦，呢度，因为你见到佢只眼就两点，跟住一个笑容，呢啲全部都百变怪嚟嘅。南非 Kelvin 火箭兵佢喺度玩呢个比较，呢个几特别，我反而觉得简单都系有特别呢、這个。火箭兵团咧喺度夹呢个公仔啦，咁嗰个夹公仔机上面写住呢个嘅 Catch Pikachu 应该系冇错啦。咁啊，菲立宾 HVNN 咁就系呢个幽灵系家族啊呢度，咁紧鬼系属于最大只啦，系啦，紧鬼系属于最中心，亦都系中心人物嚟嘅咯，我谂系中心角色精灵。好啦，咁啊见到有鬼斯通啊，跟住有鬼灯啊，呢个嘅热气球啊。鬼盆栽细只嗰只啊，仲有啲咩啊？睇下先，有诅咒娃娃、迷二 Q、骷髅、夜骷髅，呢只系柳木妖，其余嗰啲好似睇唔到咯，其余都睇唔到啦，系啦，其余都睇唔到啦。呢、這个菲律宾嘅呢一个系波波球嘅，你瞓咗觉之后佢画你块面啦。呢、這、一个 Kodai 日本嘅呢、這个系咩啊？哦，百变怪嘅苏打系嘛？系百变怪嘅苏打呢、這个？呢、這、一个呢？呢、這个都系嚟一个香港喎。呢、這个系点到 ？Sumoni 系嘛？呢、這个系伊贝嘅。哇！呢、這个伊贝雷伊贝选择差评，呢件衫冇雷伊贝喎，定喺后面啊 ？Be who you want to be 系嘛？睇唔到呢度叶伊贝啦，火伊贝啦。水衣背啦，月衣背啦，仲有呢只普通衣背，草火水月普通衣背，哇冇太阳衣同埋咩喎？冇太阳衣，冇冰衣，冇雷衣，同埋冇妖精衣，定系喺啲灯度啊佢？呢、這个日本嘅呢、這个就系普通比加超啦，呢、這个都还可以嘅，真系唔会话太过花巧花呢碌。呢、這个就接到只比加超出，呢、這个都几特别啊！接纸一步一步接只比加超出嚟。咁呢一个系中国嘅呢个卡利基哈兹咩？哦，咁呢一个咧就系阿罗拉嘅格拉格拉，阿罗拉格拉格拉都几特别啊！佢只色其实本身佢啲鬼火都几有型，秘鲁嘅 Nimbus 系嘛？呢、這个就系、是一个 Pokemon 精灵训练家必须要有嘅东西啦，即系喺 game 入面啦，我唔讲动画入面，动画入面应该冇咁多呢啲嘅，系啦。咁咧呢个澳洲其实都几，我觉得呢个都几靓，但系都系太过花巧啦呢个，因为始终太过花巧唔系咁好嘅。咁你就会见到一啲鲤鱼王咧喺度，应该就系喺度可能渡紧个河啦，渡紧嗰个地方啦，咁就见到佢啲海咧，即系准备。喺度吞噬紧啲鲤鱼王，咁啲鲤鱼王都系力争上游啦，咁但系佢呢度好明显唔系上游，应该系属于嗰啲海或者河之类嘅。咁啊，丹麦呢一个就系紧鬼嘅衫啦，都 OK 嘅，不过就都还可以嘅，纯黑色嘅话其实都。南韩呢个系咩嚟噶？呢、這个哦，呢、這个系呢、這个系咪未画好噶？呢、這个比加超其实。呢、這个咪未画好噶，佢应该比加超喺呢度画出嚟，但系点解佢仲用紧嗰个咩嘅？即系画图嗰、那个嗰啲圆圈嗰啲未起草稿嚟。呢个系咩啊？我睇唔到呢个咩嚟噶？忍者话呢个比加超啦，咁呢个咧呢、這个睇唔到咩嚟？阿根廷嘅哦，比华拉 boxing。Boxing 喎、啊，呢、這个系拳击比赛喎、啊，澳洲嘅，我呢啲开始唔识读啦已经，你见到我都冇读嘅咩，知唔识读呢啲，唔识读啊啲名，澳洲嘅，呢、這个都几特别啊，呢、這个几特别就系佢呢个应该系 red 啦呢、這个 ，OK， 发售实体 T 恤咧，仲有呢个奖品咧，将会喺即将发售嘅 Nintendo Switch 平台实装、啊，哦呢件系嘛，哦系、啊，直头喺 game 度出现都几犀利喎咁样，但系咧就有另一个消息就话咧，头先我讲过第一名咧就系一个淘宝上已经很多呢个设计图样贩卖啊，质疑可能系抄袭或者系旧稿重头啊，系啦，咁我哋睇下啦。咁呢一度就写180元啦。啊，呢度有网友发现这次的冠军作品几年前淘宝就有同款了，系啦，依个已经原创2017年啦，已经系即系差唔多。
一年前将一年前嘅，因为嗰个活动喺2018年冇集嘅，咁佢2017年整嘅话，咁即系佢一年后再用翻呢个商品嚟去做设计，跟住拎去参加比赛。作者就喺自己微博，由于之前呢个图做过同人手机壳，咁啊只卖啲少量，却还是有盗版印呢个商盗印咗，希望唔好希望各位唔好再散播盗版商嘅盗印啲图，系啦。咁其实佢简单啲嚟讲咧，就系话咧，佢呢幅图曾经做过一个同人手机壳，咁啊卖咗少量咧，并且早已下架。咁但系咧，好景不常地咧，买咗同人手机壳或者冇买到同人手机壳嘅人咧，就跟住佢呢一个嘅画风，再整咗一个咁嘅衫出嚟，咪整咗一样咁嘅货出嚟。咁之后咧，佢就再可能就慢慢延伸到可能整衫啊，整手机壳啊，跟住再不断喺度滚大自己嗰啲商品嘅范围啦。所以就。就变落可能淘宝好多呢啲货啦，咁然之后咧呢个原作者都唔系啲咩，即系好多嘢都冇好留意咯，系啦。正常嚟讲，你做过同人嘅手机壳，你点会可以攞嚟用啊？同埋佢就系冇睇到，淘宝原来都有同一样咁嘅嘢嘅，咁你再放翻上嚟，咁真系都好多嘢都系自己嘅错呢度系啦，唔存在话其他人嘅错呢个系。系啦，此句咧等同于已发表作品，基本上写明报名咧只能参加即系未曾发表啫。系啦，呢一度咧就系未曾发表原创作品先可以参加。如果佢发表咗，而且仲喺商品度有一个嘅咩添，喺呢一个嘅淘宝上有得买添，咁仲边有人买 Uniqlo 件衫咧？真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呢一度咧就一定系 fail 嘅。老实讲，系一定系 fail。咁啊，截止为止，虽然咧未对作出任何嘅官方回应，但系会点样处理呢？相信都系非常关注，一定系 cut 咗佢之后第二个补上噶啦。我觉得，就算如果我搞比错，我都系觉得，哇！你件衫咁样，都唔知道会唔会影响嗰个 Uniqlo 嘅，即系嗰个嘅收入嘅，系啦，嗰个收入咯。因为你始终嗰件衫你淘宝得买，咁我做咩要买 Uniqlo 嗰件啫？系咪？咁唔同啊嘛，系咪？咁唔同啊嘛。咁 Uniqlo 嗰件可能都靓啲，系啦。但系人哋就觉得，嗰件平啲，咁我点解要买嗰件啊？系咯。所以我自己嘅做法一定系将第一个 cut 咗，然后第二个补上，跟住第三个就由第四个补上，再或者再喺嗰度重嘅作品之出，再搵个第三出嚟，系啦。我自己嘅做法就系咁咯，系啦。咁啊，基本上就冇啦，系啦。咁啊，啱啱呢一幅。剛才那個新聞就是一個鐘頭前發布的，就是這個20號的19，就是7點鐘發布的新聞，之後8點鐘就出一單違法自爆違反規則，這個不是自爆啊，是遭爆了，真的我不會覺得那麼蠢，我那個是曾經用過的，如果是這樣都幾白痴的，是啦。咁啊，顺便睇埋啦。咁其实呢一度睇下佢个呢个设计嗰个得咗系点样啦。呢个设计主题系海洋之王，独特之处咧使用图腾风格嚟呈现。喺呢个粉丝当中咧有一个信念，从呢个弱进化到强硬，即系一个奇迹。图鉴风格确实咧符合我所认知嘅信念同感觉。呢个设计为图腾风格，佢哋咧嘅对比绝对令人心寒。OK。咁其实呢、這、一个咁即係话佢呢件设计係喺2017年嘅时候已经係用咗呢个设计啦，就会觉得呢个係海洋之王嘅主题啦，係啦。咁就係啦，头先都讲过啦，佢将一个旧有嘅作品再推出嚟去参加比赛，呢一样嘢就违咗规，而且仲喺呢一个市场度，即係喺淘宝嘅市场度咁多人买过啦，又或者係应该点讲呢，有呢單新聞流出咗就話，哇！淘寶有得賣嘅，係咯，咁唔使咩啦。咁可能呢啲商家點做呢？啲商家可能就話，哇！呢、這個 Uniqlo 第一名啊，呢件衫係啊，就係咁樣不斷去 sell 人去買咯。我覺得會係咁，所以一定係 cut 嘅呢一條友係啦。咁大獎就變為第二獎咯。圖騰啊，呢、這個圖騰幾特別啊。咁圖騰嗰個價值就會上升，因為通常我覺得第一名咧嗰啲嘅卖嘅嗰件衫应该会贵少少嘅，我觉得系啦。咁我到时应该都会买，咁大家可以睇下想买边啲啦。我想买可能系图腾啦，然之后就童装呢、這个香港摊买唔买咯？不过童装你应该买唔到我呢个女装，唉，冇男装噶。
设计男装得唔得？不过唔系啊，女装你当男装着都得噶吓。我都呢啲字其实冇乜所谓噶，除非佢特登设计冇男装咯。咁我冇办法啦，系啦。好，咁你今次时间嚟呢条片嚟到呢度先，我哋下次再见。咁大家都可以留言话俾我听，你想要啲咩衫，或者系呢件事嘅一啲嘅留言啊，或者睇法等等。我哋下次再见，拜拜。